课文四。买衣服只考虑价格当然不好，但是只考虑买好看的也不一定对。我买衣服的标准是只买对的，不买贵的。第一，自己穿着舒服。第二，衣服的质量要好，而且又不能太贵。对我来说，衣服的样子流行不流行并不是很重要。很多年龄大的人喜欢在打折的时候买便宜的衣服，但对那些衣服是不是适合自己却考虑的不多。这点是我理解不了的，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，即使花钱很少也是一种浪费。生词：考虑、标准、样子、年龄、浪费。